然后，看你哦，实时，那你没有那么单纯，下次扫描一定要打，对对对，然后是往前倾。你这个龙舟男神是因为在什么时候被人家发掘的？2018年的。亚运龙舟比赛，对对对，你讲话那么客气啊？对，穿一点呐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现在这种腼腆男我们才会喜欢，对。来跟每一位握个手，先握个手，没有握手吗？握手吗？害羞了，手啊！他现在拜票，停，这个会咬人，这个小心，小心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了，喂，阿乐阿乐阿乐阿吉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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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强强要摸要半卡哎，还有我，他蛮硬的啦。我记得这是卡蹦的对吧？卡蹦的，这个有时候也会断掉。对，这也会断掉。啊，在比赛当中有发生过断杆的吗？哦，有，就有一次在那个大陆厦门比赛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他是那个龙舟拔河比赛，龙对，龙舟拔河啊，对，他就是两台龙舟的船尾会绑住绳，绑住啊，互拉，对，然后互拉，对，看就跟，然后他中间会绑那个绳子，是是是，对，然后看谁踢过那个线，谁就 OK OK， 对，然后就在滑的过程中桨就断掉，桨断掉，那不是输定了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少一只那很严重。当下就只能赶快用手滑，用手啊，赶快当下用手滑，两手下去滑也 OK 了。这样子吗？不过它这面积很大，这个。因为那时候桨也已经断掉了，所以就剩这根杆子。哦，对对对。全世界最有名的划船有没有？就是英国剑桥，对，剑桥大学那个Cambridge， 然后单人的或者双人，对对对。哦，那个有划过吗？划没有，那个没有接触。啊，怎么会接触到这种划龙舟啊？我们是往前滑了，刚刚宪哥讲那个是为了要对，然后我们是滑那个蜻蜓，蜻蜓，对，我们是往前滑的，就像独木舟那种，也可以在水上。怎么会接触那个呢？我们一辈子也不会想要去滑那个啊。一开始是国中要填志愿，然后我是想要打羽毛球的，对，然后在填志愿当天，那个羽毛球老师就被调走，所以就对，真的是命运。然后就刚好跟同好朋友一起去。你学体育的体保生的对吧？对对对，然后就直接进入这个。哦，选蜻蜓这样哦。那你今年几岁啊？今年满26。26 OK OK， 看起来年纪很小。很小耶，26 OK 啊。刚刚好啊，怎么样？强强怎么了？不行，26太小了。小你一轮，不太会照顾人，我要比我大的。Hello， 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联谊，哎，联谊单元哎，你冲我后谁后？搞清楚这个，哎，这个是搞错单元。我也不要出一个太难的一个问题啊，什么妈妈跟女朋友掉到里面先救谁？不要这些，好不好？我们讨厌那种这个为难人家的问题，对对对。这如果说地球上只剩下这四位，哎，四位，哎，为什么不算？我也算，只剩下这五位，你会选择哪一位？对，要来荒岛之中，要来延续这个后代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来，请选择。哎，开始。小猪啊！不犹豫，不犹豫，真遗憾呐，真遗憾。看过吗？咱要被穿小猪。阿丽，来，小猪，你可以跟他互动一下，他教你划舟舟。划舟，划舟舟，划舟舟。你们俩的欢乐时光，你的眼中只有对方，而这个世界空无一人，好吧？交给你，开始。那我们一开始先把，你要划左边还是右边？右边。好，右边。那我们左手就要握在这上面。对。左手握在上面，对，然后右手握在这个位置，对对对对，后面啊，哇，然后看你哦，这只手，我看手要看，因为你老实实，那你没有那么单纯，下次扫描一定要打，对对对，然后身体往前倾，对，然后滑的时候用脚脚，然后往前，这样，彩虹里。对，大概是。对，对，然后滑完之后，转，再转身，对，要转，这个桨面要转正，对，然后向下去，对，没错，对，让我俩一条心。OK， 感觉怎么了？你要让我们滑到什么时候？干滑。
这不能干死。不是，我发现一个奥妙，就是你在滑的时候，它其实腰会用很多很多的力。对，当然，其实龙舟是全身的力气。对，所以全身它是用这种力量，这全身的力气去练，感觉核心要很有力才可以滑龙舟。核心对，所以可以借摸一下你的肚子吗？可以先借看一下，借看一下。原来是想摸啦，借看，想摸你。好，哎，他腰算是宽的，对，宽版的，他是扎实型的。可以，他最厉害就是手背嘛，他最厉害是手背，所以手还是有吃比较多。那我可以打你手一下吗？我的手可能受伤。要求那是越多啊，小猪。捶一下，捶一下。中华队的对不对？对，中华队。哦，有没有看到厉害？再次谢谢我们这个职人。